是我一记回旋飞踢，飞踢回麻刀。喜欢假面骑士的宝子们举个手呀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假面骑士英雄飞踢立体冰箱贴盲盒，这个盒子超级大哈，我觉得叫立体冰箱贴都保守了，叫手办都不为过。咱们就顺着拆了哈，第一盒是111.4克，上来就抽到封面款了哈。第一只极狐，还配有一个磁吸支架，支架有两个孔位哈，一插就搞定啦。假面骑士的背后是磁吸的设计，这吸力还挺大的，转个圈都没问题。这质量、这做工，你们自己看是不是叫立体冰箱贴保守了？腰带和衣服上的细节全都做出来了，真的挺细致的。你可以给它吸在冰箱上，或者是那种铁的冻冻板上。如果没有，它还特别贴心的给你配了一个支架，这样摆着也是超级好看的。第二盒103.3克，第二只抽到了亚吉陀，依旧给你们看看细节哈，看那个面罩、腰带，还有身上的金属涂装，质量没得说哈，超级棒，是我一记回旋飞踢。第三盒103.6克，第三只双骑，这披风真是做出了双骑的精髓哈，看这一身的肌肉，这得有8块腹肌吧。说鸡不说八，文明你我他。最后一只是105.8克，假面骑士暗日，暗日真的很像是一只小甲虫啊，它的头上还有触角。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每一位假面骑士都摆出了飞踢的姿势，你觉得谁最帅呢？快来告诉我吧！这套立体冰箱贴的盲盒我非常喜欢哈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出的太少了，建议灵动创想把假面骑士全套都出全。